Let's unbox， 我系刀锋，今日同大家爆箱嘅就系阿哥 SX Figia Ultraman Tiga Kiri Elto。好啦，咁啊呢个就系嚟自呢个超人迪迦片集里面噶啦，咁啊超人迪迦嘅宿敌啊定点样咧？喺超人迪迦里面咧，都一个几人气嘅角色啦，咁啊大家就通常细个叫炎魔噶嘛吓，炎魔基利艾路人啦，咁样嗌法啦，自尊心几重嘅角色啦，好似话早过超人迪迦嚟地球嘅，咁所以咧佢觉得喂超人迪迦点解啊？我又靓仔过你，又好打过你，又早嚟地球过你，点解啲人类会奉呢个超人迪迦为救世者啊神啊？应该系我先啱啊！咁啊，极度嘅妒忌心咧，令到佢系极度讨厌超人迪迦啦，咁啊变咗咧去宿敌咁样追超人迪迦嚟嚼啦，咁啊造型方面咧都几有型嘅，几独特嘅样。奸奸地几唔错嘅，咁啊应该就係呢冇乜配件啦，哇不过佢有个火焰 effect parts 喎，基利艾路人啊炎魔，哇几靓喎，佢身上面呢嗱好似化石啊啲骨头嗰啲呢，哇佢質感整得几好喎，好老实。佢黑色嗰啲呢都好有啲皮革嗰啲感觉喎，即係成隻嘢个質感做得好好啊，睇下后面。哇所以呢永远就係、是Bandai 就好奇怪嘅，一啲人气高人气商品啦、啊，受欢迎角色咧就求求其其嘅，反而呢啲奇奇怪怪啲嘢咧就整得好有心机嘅老友，点搞啊？嗱，跟住睇翻佢心口啦，同埋额头咧都用咗透明件嘅，哇！呢个仲要闪灵灵，佢都仲要左右两边咧啲设计系唔对称嘅，两边其实个造型争好远嘅，啊，好有型喎，整得好。我哋试一试关节先，咁咧。佢亦都好似超人啲 SX Strap 咁樣啦，嚇呢個膊頭可以拉出嚟啦，係咯呢嚿係成嚿軟膠嚟嘅喎，咁但係咧係咯，你一去到呢度咧，佢就會成嚿撞甩咗，咁但係另外呢邊膊頭咧就正常發揮嘅嚇，就咁樣咯。手臂咧，係咯，因為佢又係有個咁樣嘅手環咧，呢嚿嘢都幾阻定，咁所以咧佢個手臂咧都唔係話喐得太好，都頂到行曬。咁啊，另外腰啦，啊佢底褲呢度又系用咗软胶喎，咁所以佢可以一转身嗰时咧，可以逼开咗条底褲边喎，系咯，咁因为啱啱讲过啦，佢呢条底褲成条软胶嘅，咁所以咧佢下身呢度咧都可以夹硬撑开个位出嚟，咁所以就唔会顶到个大髀可动啦。咁另外呢度就最多上到咁样咯。咁啊，而于呢个造型嘅问题啦，因为太岩岩惨惨啊，好多一嚿嚿不规则嘅嘢啦，咁所以变咗个可动方面咧都有啲左顶右顶嘅。咁不过冇所谓啦，呢啲怪兽外星人嗰啲咧，咁因为真系个造型系比较天马行空啲，咁都无可厚非嘅。造型方面令到只嘢个可动差少少，咁都冇计啦。咁最紧要就系个嘢个造型同埋嗰个皮套咧个还原程度啦。咁呢只嘢个还原程度，我觉得 OK 嘅。我谂啊，手型方面好似都系咁上下嘢，佢全部因为佢啲手系链，好似链唔埋咁样嘅，全部都系啲嗰啲伸长手指咁样嗰啲。架式啦，咁咪最重要就係有呢、這个，因为实在太重呢嚿嘢，吓哇呢嚿嘢好似实心咁样啦，重到黐线喎，咁所以咧佢有见及此咧，又有一个地台俾大家嘅，哇！但系呢嚿嘢揾翻个窿都有啲困难喎，成饼胶啊！见到，哇！黐线啊！哇！啊噶，话明叫炎魔啊嘛，咁啊喷火啊，少不免噶啦，基本嘢。哇！不过佢呢个喷火嘅 effect 系整得唔错，又系嗰啲透光做得好好啊，咁变咗嗰个动感都唔错嘅吓。咁不过如果呢支棍可以再做高少少咧吓，向上咁样喷啊，仲有动感。咁不过而家最多咧就去到咁样支棍。哇！你凭咩可以做救世者？你问过我未啊？契弟，一波冚落去啦！好，喂，哇，宿命嘅对决啊！超人迪迦同基利艾路人再次碰头啦！咁不过呢，唉，自从睇完呢个 Trigger 之后呢，你又觉得呢个基利艾路人好白痴啦！即系原本迪迦里面嗰隻都 OK 嘅，都型型地嘅，咁但系咧，即系喺超人 Trigger 里面嗰个基利艾路人咧，就好似白痴仔咁样咯。咁啊，結果咧就喺呢個迪迦同埋超人 Trigger 嘅破天荒合作之下咧，就俾人哋圍毆圍死。
今日嘅爆箱指数七分。造型上面呢的确是还原度几高的，那些质感啊颜色方面上色方面呢都相当之满意。咁亦都係好有皮套感啦，顏色啊或者質感方面都雙方面都做得唔錯，但係就即係以玩具嚟講就唔係話做得咁好啦，因為就一來就左頂右頂啦，咁呢個係造型問題咁就算數啦。咁但係問題就好多位都比較鬆啲囉，即係頭先我要擺 pose 嗰陣時候呢，即係手臂都成日甩啦，啊肩胛位啦同埋手臂位呢度呢都成日甩出嚟個波裝，因為都是那個問題，那些位置頂到很死，那所以你再試一下，欸，可不可以再屈多一點屈多一點呢，那整隻手就掹了出來，可動能力真的比較差一點，那但是作於收藏和擺設來說呢，那真的做得不錯的，啊，那所以成日都是那句咯，其實很不值的，即是 SHAP 那些，宇宙人怪人那些呢整得很好的怪獸，大劍甲抵食大大隻那些怪獸呢都是賣緊四五百元，那但問題就好像不是那麼受歡迎，啊，銷路就一般，咁啊，令嗰啲討論度都好一般喎，咁啊，搞到咧啲怪獸好似唔係成日出咁樣，咁基本上佢一出啲宇宙人同怪獸咧，我即買噶啦，因為呢啲商品真係少啊嘛，你超人迪迦成日都出玩具噶啦，咁但係嗰啲宇宙人真係好少啊，咁啊，所以希望之後再出多啲咯，嚇，呢啲係真係值得收藏，好正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今集玩住咁多先啦，中意呢條影片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拜拜！如果喜欢我哋影片，就请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like 我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记住啦，买到变穷鬼，最怕你唔睇啊！我哋系爆箱兄弟。